辈之间的仇恨已经困扰了你们这么多年，现在还要延续在我们这一辈人身上是吗？宁雪，你说对吗？此事我会调查清楚，在此之前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。老爷，小姐她又婉儿走了。是啊，这次我们按照您的要求就没有强行留着小姐，但是老爷，小的有一事不明白，这一回您为何要放小姐回去啊？既然这是她的选择，那我这个当爹的就应该为她做点什么，调转船头回海方，吩咐下去要尽全力保护小姐。是，调转船头回海方。是，快点快点。不思量，总觉得当年的事背后牵扯甚广。如果是袁定山假扮的你爹，那那场大火是谁放的？袁定山作为茶帮的二当家，怎么可能杀自己茶帮的兄弟？对不对？没错，所以这中间一定有蹊跷。会是谁呢？谭谭王。我爹之所以执意让我走，就是因为林建新已经发现了我的身份。那你留下来岂不是太危险了？不光是聂桑鱼的事情，还有我茶帮之女的身份，所以走与不走都危险重重。我决定留下来陪你一起面对。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季班，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。嫁给我，做我真正的妻子。这是我很早就写好的婚书，虽然说这场婚礼没有三书六聘，没有朋友相贺，你愿意吗？明月圆缺又一轮，思念凭栏挑灯。没有三书六聘，没有朋友相贺，光阴出尘，但是有星星见证，我愿意。我宁雨轩今日娶季曼为妻，不管现在还是将来，不管是好是坏，我都愿与他携手与共。吴季曼今日嫁与宁雨轩，不管现在还是将来，我都相信他，尊敬他。不管未来是好是坏，我都会跟他携手与共。
守住晨昏，一捧风月相思又问，可谓不尽风尘，清晰一瞬，阅卷共见星辰，天涯咫尺携手铸晨昏。水姑娘，水姑娘，鬼白，我喜欢你。我以前是不敢直面于自己的内心，是我不够勇敢，所以才让你受尽委屈。总之都是我的错。我现在想清楚了，我要和你在一起，我要一辈子好好照顾你，我要把我的心掏给你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你。水姑娘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一定会做得很好的，我一定会对你好。曾以为在你落雪的怀中岁月精华似一切虚空，让四季我都知道，我喜欢你，我也是。我不想忘情河流淌潺潺的波澜，又翻卷在我此刻每一天，情缘吹不散，剪不断，注定遇见。大人，听说季曼从海方外进购了一些瓷瓶，你告诉元老，让他们一个都别进了。若是他不愿意呢？你把这个交给他，他自然就会乖乖听话。这本名册上清清楚楚记录了83个茶帮在逃余孽，个个都是朝廷钦犯。如果把他交给了皇上，别说是元老了，所有在册的人都得死。明白。又要劫船，老大，咱们总不能受这姓林的小子一直要挟啊！对啊，船我一定要劫。这，把货送到刘家村去，赵虎，送一封匿名信给小梅，让她不用担心，去刘家村拿货。好。让我定请蛟龙帮的人，那个人行事很可疑，应该是去皓雪堂了。
林剑星曾与我说过，准备让元朗去劫那个女人的货。难不成他是要派人通风报信？把人给我扣起来，等皇商大会结束以后再放人。是，走。郡主，郡主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郡主，您看，怎么会这样？郡主，奴婢使用了免脂，结果脸就烂成这样了。快把他带下去。是。肯定是哪里出了什么差错。郡主，我们就是用钱公子的配方调制的。速速将那姓钱的滚过来。是。钱公子，这就是你答应给我调配的面脂？松香正道，入香而茶。郡主，小人的方子没有问题啊。这种东西怎么卖得出去？会不会是用料和配比出现了问题？给我点时间，我再去调配调配。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，再这样下去一切都完了。郡主，小人还有一个办法，有一剂猛药，用的越多效果就会越明显，不仅可以快速的提升功效，还可以改善这面脂的色泽。只不过若是使用时间过长，会产生不小的毒性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这一局我一定要赢，不管是什么东西都给我加。是，我这就去。这瓶子怎么还不到啊？这再不装瓶真的来不及了。要是咱们下午装不到一千瓶飞碗霜，就真的丧失比赛资格了。不是说了早上就会到的吗？那船应该已经看了呀。对呀，怎么还不来？别着急，说不定路上耽搁了，再等等。小姐，怎么样？瓶子，咱们的瓶子，瓶子到了，瓶子全被抢了，被抢了。本来咱们的船已经到了近海，马上就要靠岸了，不知道从哪儿窜出来一群海寇，把瓶子全抢光了。一定又是那个温婉搞的鬼。别着急，我们先想想接下来怎么办。如果没有瓶子可装，那就是自动放弃比赛了。我们那么多心血不能白费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想想。水粉铺按时按量提交货品，合格。怎么还不见尊夫人前来呀？莫不是还没做完？香还未燃尽，林大人还是改不了心急的毛病啊。宁大人，目前整个海方能交出如此数量的只有我们欢颜，没有第二家。宁大人不早做决定，不会是想偏袒林夫人吧？若香燃尽了，
我自然会宣布取消皓雪堂的参赛资格。但在此之前，任何人都得按规矩来吧。如月郡主，别急，就等着香烧完。夫人的自尊心这么强，这次恐怕要拖你后腿了。我夫人不会让我失望。你这么相信你的夫人？凡事期望越高，失望越大。我当然相信了。等你娶了妻子之后，便会明白什么是夫妻间的信任。这香快烧完了呀。选拔官，现在是否已能断定欢颜堂是此次比赛中唯一的合格者？宣布本轮比赛欢颜。等一下，按时交货，请大人检验。皓雪堂按时交货，检察官，赶紧检查。如若商品合格，一并比试。真是不到最后一刻不见真章啊。林大人，要拖到最后一刻的可不是我啊。我们早早与慈瑶签了货，却在接货之时被告知有人突然接手了海方所有的慈瑶，所以无奈之下我们只能从海上调拨一批，却在靠岸之前被海寇劫走了。林大人，你说这巧不巧，差点就没赶上大会。墨雪，去拿纸笔来。
凡购买过飞碗霜的贵宾，可凭飞碗霜旧瓶到本店获取一张面霜兑换凭证，现今日50钱。这能行吗？死马当活马医，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桑葚、苜蓿，你们带着大家把门口都贴满。好。哎，等一下。街头巷尾也都贴起来。好嘞。走吧，快去吧。走吧。那咱们也去吧。嗯。走吧，走吧。还没有人来。再这么等下去，咱们真的来不及了。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？小姐，你看，请问这个空瓶子可以兑换吗？可以。雪堂所有的客人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，所以在所有人的帮助之下，我们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聂老板做得不错，此事情况已经非常明了，只有两家完成了任务，我看可以宣布了吧。本轮比赛比的是制作能力，清新堂未能按时上交货品，淘汰。欢颜水粉铺，皓雪堂直接进入决赛。太好了！如月郡主，这结果可还满意？还没到决赛，结果会如何，我们都无从知晓。好啊，那我们决赛见。眼看就要成功了。没想到这个毒妇竟能化险为夷。大人放心，我一定会拼尽全力，绝对不会让欢颜堂输给皓雪堂的。你最好能够做到。大人，那个冒牌聂桑榆的事情您打听清楚了？有些事情不该你问的就别打听。赶紧去制药。是。大人，属下一直跟踪聂祥远，中途见他进了一座寺庙，属下看到他在庙里放了这个东西。李公公，这个是这次皓雪堂参加决赛的新品展颜膏，有劳你了。好。预祝聂老板在决赛中取得好成绩。谢公公吉言。聂老板，告辞。
听说内侍省的评定非常严格，药理、效果、成本、价格都会作为考量的标准。越是这么严格的标准，对我们越是有利。而且展颜膏这次试用效果非常好，拿到冠军肯定没问题的。这次啊，还要多谢你的配方才是。我倒要看看，这回如月又能搞出什么新花样。管他搞什么花样，反正皇上不是要到海方了吗？你又是他亲封的二品诰命夫人，他再厉害，总不能在天子眼皮底下干坏事吧？画得不好，你看看有没有三分神似。四位哥哥，这画上的人可比我漂亮多了。在我心中啊，这幅画不及你的十分之一。没想到以前硬得像个石头的陶将军，说起情话来也这么动人。我这个人平常不太会说话，不过我觉得这幅画和一首诗特别的配。什么诗啊？雪径胡天牧马还，明月羌笛戍楼间，借问梅花何处落，风吹一夜满关山。这首诗听起来有些悲凉，如何和这幅画相配呢？我常年四处征战，见惯了因战争流离失所的百姓，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这首诗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我一定要舍弃自己的小家，去保卫天下百姓的安全。直到你的出现，我放弃了自己当初的誓言，决定与你组建一个小家。不过请你放心，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，我都会竭力守护的。我还记得读书时，你姐姐也很喜欢这首诗。不如让你姐姐帮我们在这幅画上题诗，就当作是对我们的祝福吧。好。小姐，喝点水吧。好，放这儿吧。哦，姐姐，青云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姐，姐姐，你看，这是四维哥哥给我画的画，是不是比我本人还要好看呀？我看看。画工倒是不赖，不过比我妹妹差远了。不过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我妹妹喜欢就好。看你现在这么幸福，我就放心了。姐姐，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请你在这幅画上题一首诗，未来呢，我要把它放在我和思维哥哥的卧房里，时时观赏。题诗？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放心交给我呀？那当然了，你是我和思维哥哥的媒人，你的祝福对我来说很重要的。那好吧。说吧，提什么诗啊？雪径胡天牧马还，月明羌笛戍楼间，借问梅花何处落，风吹一夜满关山。这是思维哥哥最喜欢的一首诗了。姐姐，你帮我提这一首好不好啊？好。等我跟你姐夫忙完，今天回去我就给你提。谢谢姐姐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。
这一路来到海方，发现这海方的气象跟从前已然不同。短短的几月间，宁宇轩就将海方改换了天地。林建兴，林建兴，你的功劳不亚于宁宇轩。之前海方失手的确是卑职的过错，但这次决赛在下已经有了万全的准备。我已经掌握了那冒牌货的确凿证据，这一次宁宇轩必死无疑。记住，皇上大会一战，你和宁宇轩只有一个能活下来。剑星，谨遵教诲。聂将军，嗯，走，在这儿呢。啊，宁大人，林大人，林大人，宁大人，这气色看起来有点差，该不会是怕一会儿您夫人说的太难看吧？是吗？林大人又提前知道结果了呀。宁大人不要血口喷人，一个商号的质量跟口碑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出来的，每个品类的冠军我只是提前预判罢了。品质和质量，嗯，这么说林大人也看好皓雪堂啊？一派胡言，最后的冠军是谁一会儿就有分晓。是臣女如月，拜见舅父大人。哦，你就是如月啊。你出生在大漠，从小身子就弱，你娘回京城探亲的时候，可惜舅舅不在，没见到你，没想到你竟出落得如此标致。你父母亲可都好？都好，他们知道我这次来海方能见到您，向您问好呢。啊，最近听说你也要参加皇上大会的决赛，我还以为是小孩子闹着玩，没想到竟真的在这儿碰面了。好啊，巾帼不让须眉。哎，不过这可是皇上大会啊，讲究公平竞争，舅舅可帮不了你。如月这次参加皇上大会，就是想向世人证明，不靠舅父和父母的身份地位，如月也一样能够出人头地，为祖先争光。好，这不是宁执政吗？刚才光顾着跟我外甥女叙旧了，竟没留意到宁执政和宁夫人。本王这眼力一天不如一天了。哪儿的话，
见过谭王殿下。啊，宁夫人也要参加皇商大会的决赛。啊，月儿。宁大人的这位夫人呢、无论在京城还是在海方，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。这回你可有对手了。舅父放心，如月一定会和宁夫人好好切磋，全力应战。看来是场硬仗。放心吧，我们会赢的。陛下驾到。爱卿平身。谢谢陛下。众位爱卿入座。数年前朕曾经巡视海方，那时候这里一片荒芜，人迹罕至，可现在的海方却是一片繁荣的景象，这都是众位爱卿的功劳，朕会铭记于心。此次皇商大会本应由内侍省督办，但是朕执意要来。这件事关乎我朝社稷，也是传伯司建立以来第一次举办皇商大会。朕宣布皇商大会爵寿封宴正式开始。爵寿封宴正式开始。自陛下下旨开设传伯司以来，海方和亲海宴，八荒竞凑，万国咸通，实乃天下百姓之幸事。今日皇商大会总决选，正是圣上有意增进皇室与民间之沟通交流，选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成为新一任皇商，并由皇商选出一位胜出者为海贸行会的总会长。经过内侍省的一致认定，已经决出了各个类别最终的冠军，接下来就由我来宣布面之类最终的冠军归属。面之类入围决赛的有海方欢颜水粉铺、海方皓雪堂，冠军是欢颜水粉铺。谢陛下。宁夫人，承让了。恭喜如月郡主了。你这手怎么溃烂得如此严重？没事。陛下。臣父有话要说。你讲。刚刚我看到如月郡主的双手溃烂严重，所以想着臣父的飞碗霜可以消肿止痛，是否可以赠与如月郡主几瓶？多谢宁夫人，有劳你了。如
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欢颜的产品也有消肿止痛的功效，怎么郡主没试试看？别多管闲事，是不敢用还是产品有问题？宁夫人，请你不要血口喷人。陛下，臣服研制书恒高多年，所以对市面上面脂的成分都有了解。其实大部分的面脂当中都含有少量的水银粉，因为这样可以让皮肤更加白皙，更加透亮。不过若是水银粉过量，则会使人中毒。所以不知如月郡主这双手是不是也是因为……我的手只是普通的花粉红疹。花粉起疹只会红肿而不会溃烂至此，这明明就是水银粉中毒的表现。所以我大胆猜测，如月郡主的双手是因为用了水银粉过量的面脂，所以才导致中毒。聂桑宇，陛下面前岂容你信口雌黄？陛下，现在已经无关胜负，只是若此后海方的面脂行业皆以此次夺冠的产品为标杆，使用大量的水银粉，那么长此以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，臣父提议，若是如月郡主问心无愧的话，我们当场验证；若没有问题，也好还你清白。永不灭。